袋儿。嗯。那尝个面筋吗？尝个面筋，也尝一点。是吧？也是老王在那个大国买的一个烤面筋。对。老王尝尝。很好吃。非常好吃。很好吃。它主要是有咸口和甜口两个味道。对，有咸口甜口两个味道。对。都很好吃，都很好吃。嗯，你这它是多少钱一斤？嗯，12块一斤好像。你这是大约买的？这一点儿是1.5块。嗯，还行，吃个味道可以。对对对对，嗯，对，它烤的很脆，很好吃了。对，这已经是吃了很久的一块。对对对对对，其实挺多的，差不多得2/3的。嗯，对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这样了哈。嗯，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可好便利店，就在大活一楼。大货一楼，这应该是买了个酸奶。对，酸奶里边有这个什么，一会儿再看那个。对，先开个盲盒，五，嗯，掉舔舔盖了，王，刮刮，刮一刮，老王这个不能多吃。白砂糖，它一个能量还怪多嘞，1717千焦。嗯，这不像不太很健康呀，很健康了已经。不健康，赶不上咱那个酸奶健康。嗯，咱那个酸奶也挺很健康。对，这是老王拆他那个谷物盒子。那个、这么难办吗？不难办，很好拆。再倒进去。倒进去。嗯，都倒进去了。嗯，搅一搅，搅一搅，拌一拌，先这样吃一口，来浅尝一口。嗯，酸奶怎么样？太好吃了。甜度大吗？嗯，不是特别甜。不是特别甜。嗯。啊，非常好喝是吧？对，配这个嘎吱嘎吱的，非常好喝。特别有味儿。嗯，而且第二件1元。对，他最近在搞活动。嗯。可以最近去看一看，嗯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好，再尝尝咱们买的这个豆渣饼。对头，大活一楼那个老大叔家的。对，老大叔，网红大叔，他这个饼是3.5块。对，就啥也不加，就一个饼。嗯，特别好吃。对，里边其实夹的肉很多。嗯，有肉。对，很脆，他这个饼也不小。嗯，对对对，很大，很好吃。对，那你推荐大家买不？嗯，很推荐。这两个是不是都推荐？都很推荐。都很推荐哈。嗯，欢迎大家来吧，最近大火也解封了。嗯嗯，对，可以逛大火了。对，那我们就开吃了。开吃。嗯。